缺两只。飞。这位置太狠了，太狠了。往下。死角，啊，休息。眼睛闭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拍你了，不拍你了，啊，不拍你了，哦，两只眼闭起来，睡觉睡觉，大宝睡觉了，这只不晓哪一只宝了，在右边的应该是二宝之类的，小宝在左边里面，应该还没跳过去，还没跳到右边之类的。家了，现在母鸟在这里，然后二宝站在右巢穴右边，小宝在巢穴左边，然后大宝在这里，在这边躺坐，已经躺平了，坐下来了。公鸟飞到山壁后面，它收工回家，5:20了。因为其实大概5点应该可以跟那个蔡先生一起走，只是好像还太早。太早回家了，不太习惯，因为已经都喂完了嘛，其实已经没什么画面了，真的不如早点回家休息，明天再早点。今天比较意外是公鸟停在这边，停去这边山壁上、哦、第一次停着休息，第二次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，它飞到停到一个山壁的洞口洞里面，然后旁边都杂草，然后没多久想要再去找他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从远方带一只鸽子回来了。今天下午场也蛮精彩的，蛮精彩。然后最后几个画面都有照剧本走，对，就看久就习惯，就晓得是什么剧本了。
再叫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收工回家。